就我不知道每个女生会闻自己的内裤哎，我是会闻啊。对，洗澡前脱下来我会闻一下，感觉像最近的状况。准备到半夜三点半，然后不到七点就起来了，太紧张了。因为这么大的活动是第一次举办，以往都是参加活动，那这一次是品牌方自己主办，我很紧张，很怕自己就是出错，然后毁了整个发布会，就非常非常紧张，就破千万。其实要。自己设计开发一支3C 产品要花蛮多钱的。其实今天办发布会，然后我们下午还有两场跟粉丝支持者见面的生日会，所以今天等于是三场活动。我就想说度过今天再说吧，没有余力去想自己的生日要干嘛，因为我在这一年内失去了两位亲人。我还蛮感叹的，其实生命很脆弱，然后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比起事业的发展，我觉得身边的人都能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就我不知道每个女生会不会闻自己的内裤哎，我是会闻啊。对，洗澡前脱下来我会闻一下，感觉像最近的状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快啊！